就是我通常呢，周末的一开始，我会先在电脑上面打上一个，大家看得到吗？就是这边有一个 list， 大家看到吗？反正就是这边有一个这样子的待办清单，然后打好之后呢，我就会按照那个顺序把事情做完，因为这样我会比较知道说我接下来的什么时候要干嘛，我比较有自己掌握在手的感觉。然后我通常也会把我觉得最复杂或者是最需要脑力的事情，像是剪片，排在礼拜六的早上来做，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的精神状况最好，然后我可以最心无旁骛的完成这件最复杂的事情。对，所以今天早上就是要来拍片跟剪片这样子。影片输出中，趁着现在天气很好，来跟大家开箱一下最近收到的公关品。先来拆这个好了，这个是 I Do Pure 他们自己来的。好，里面有三个产品，都是同一个系列的，是他们这个辣木喵喵系列的化妆水。之前我有跟他们合作过这瓶精华液，他们这次又再寄了一罐给我。我觉得对于油肌来说还算蛮友善的，是属于那种很不黏腻然后很清爽的类型。我这次是还蛮期待他们有一个这个保湿凝霜吗？看起来就是北拜不错用，里面都是透明无色。我很怕给大家看啊，我超怕露出来，就它是这样子透明无色的质地，感觉很保湿，所以我还蛮期待使用的。然后另外一个是点烟脂他们寄来的这个美妆蛋礼盒，就是他们最经典的那个台湾山鹰美妆蛋，就是红色这个。那时候就是刚上市的时候，一堆 YouTuber 在推，我那时候也有买，然后我也觉得非常的好用，至今都是我还有在使用的这个美妆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对，然后他们这次就是重新上市，然后他们还寄了一个粉扑的清洁液，然后还有永和三美人旗下也是蛮热门的两款粉扑给我。这个清洁液我上礼拜用过了，我觉得很厉害耶，就是我觉得它拿来清那些气垫粉扑，然后美妆蛋的效果特别显著。尤其是因为我以前会用 Beauty Blender 来清，但是我觉得 Beauty Blender 比较适合拿来清刷具，然后美妆蛋我觉得比较适合使用这种专门的，然后它味道也很好闻，是有点木质调草本味的感觉。里面长这样子，很像热狗。它这个面皮很软耶，很像铜锣烧的外皮，然后里面是有点香草冰淇淋跟焦糖酱的感觉。好吃耶。最近案例数好多，我们军中也是蛮紧张的，就是因为军中要是有人确诊会很麻烦，然后已经有很多营区已经有人中标了这样子。我们营区目前还没有，但我最近就是把五月份要外出的行程全部都取消了，就本来要出远门玩的，因为退伍嘛，那后来就想说等疫情过去之后再出去出远门算了。嗨大家，我刚换上隐形眼镜，然后已经架好设备准备要来拍影片的。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，我还蛮喜欢在 IG 发短影片的，口播式的一分钟短片。那主要也是因为我今年年初开始有在稍微，也不算稍微啦，就是我有固定在更新我的 TikTok。对，因为我想说短影片最近还蛮流行的，然后我之后的工作可能会跟短影片或 TikTok 有关，所以我就想说趁在台湾的时候多累积一些在那个平台上的经验。然后我用着用着也觉得短影片或 TikTok 这个平台上面的生态还蛮有趣的，对，而且跟大家分享，军中很多人在滑 TikTok， 就是跟我在外面的朋友的数量相比， TikTok 在军中几乎是所有人都会滑，这点我还蛮讶异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特别的军中文化吗？好，因为反正这样子，我要来开始拍影片了， Let's go。
拍好久，我刚拍完了一个卧蚕的教学，最近很喜欢画卧蚕，因为我觉得它加深眼型的方式很自然，就不用画太浮夸的眼妆，就可以达到一个放大眼型的效果。等等，可能会去咖啡厅跟我妈吃个蛋糕之类的。对，我哥回来了，我们今天要一起吃晚餐。是这家娜娜他们家开的烤肉店，好吃。很好用，还有牙齿牛蛙吗？好。你觉得？我自从当兵之后，周末都会超级早起床的。等一下，镜头有在对准我吗？啊，等一下，好，对，反正就是这样啊。镜头，我现在都会5:30左右就起来，就跟我们平常当兵该起床时间一样，这样，而且完全没有睡意那种。昨天好像吃太饱，所以我今天早上就弄了一个优格沙拉。我们待会要去林口的三井奥莱看电影，看那个怪兽与他们的产地的前传，就是哈利波特那一系列的，我还蛮期待的。我觉得我对这种魔法风格的东西就是很吃他那一套。然后等等可能要工作一下，因为看完电影回来之后应该就快要回去营区了，所以我想要把事情先弄完再出门。大家没有看到我现在换回军服了，因为等等就是要回营区啦，要收假了。对，然后我们收假的时间是晚上7:00要到营区里面。那因为营区离我家就是很近，所以我大概5:30快6:00出发都还来得及，这样子算是很幸运的，就是我服役的地方真的离我家超近的。那我现在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回营区的背包里面都装了一些什么好了。首先就是我会带衣服回来洗，所以没有要穿在身上的就会带进背包里面。不可或缺的就是要带书，我刚刚去三井的诚品买了一些新书，有挪威的森林跟这个香奈儿的自传人物传记。我还会带一本笔记本，是拿来写那个影片脚本用的。我通常一个礼拜会在营区里面写一支影片的脚本。另外就是我最近看到非常非常喜欢的书，推荐给大家，是三毛的这本《撒哈拉的故事》，真的好好看。我觉得三毛的文笔真的是好到，反正我那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是舍不得看完的情况，就我是拖到礼拜五离开营区前我才把最后一部分看完。对，反正我觉得他笔下的那个整个描述的手法都很鲜明灵活，然后又很有他的个性，所以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三毛的书。就是一定要带的行动充，我带了2颗，完全够我用。然后保养品的袋子收到 iDoCare 的这一系列带进去用，因为我蛮想跟他们合作的，就他们有寄邀请，然后我用用也觉得不错，因为我之前就有跟他们合作过，所以我这次应该也会跟他们合作。然后我想说这礼拜就进去里面来试用一些他们新寄给我的产品，这样子。最后就是我有带那个小黄卡，对，因为我这礼拜要去打疫苗，然后我是会离开营区去打，所以也要带着。夹链袋里面装了一些零钱、证件、阿里拉杂的，跟最重要的这个识别证，没有这个就会进不去营区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回营区的背包都带了些什么，这样子，通常都是这些东西啊，完全不会变。然后突然想到，这次影片上的时候，我好像已经退伍了，哎，对，这次影片应该是5月最后一周上的，所以那时候我就退伍了。我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，应该会觉得很感慨，所以之后的影片应该就会改到变成周四晚上6:00上，就恢复到我
入之前。好，那影片就到这，大家记得去追踪我的 IG 看我跟同学分享，然后记得订阅频道，因为每周四晚间六点都有新片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咯，拜拜。行销人就是什么都要会，行销跟社群媒体是很难脱离关系的，绝对不是强调你一个行销人要有 100% 的那种美感以及高难度的技巧，比较不太能快速被取代的一个能力，我觉得很容易降低你工作的效率。